有点冤枉啊！哎呀，兄弟姐妹们，啥年代现在是？七哥昨天个人破产，这个洗币场外交易说 KYC 都突破了上市以来的所有的数据，这是弄啥了呀？你们这是弄啥了呀，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2月17号，尊敬的战友们好！哎呀，这世界变化太快了，大家注意到了吗？国内的经济、银行、世界的经济，乱了，乱了，乱了。共产党这老杂毛还贼心不死呢，他不知道他末日已经来了。你看着吧，兄弟姐妹们，香港这病毒这么高，香港成啥了？最好的医院系统崩溃了，全世界上最优秀的警察成了黑警了，全世界外国投资最安全的地方现在成了最不安全投资的地方，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各种种族最多的地方现在成了共产党一家霸占了。流氓的共产党啊，天不灭共，天理不容啊！锁链女在国内引起这么大震撼啊！援藏的干部的孩子，援藏啊，谁援藏没好报应，谁帮助共产党弄西藏的弄心脏的，你家人等着报应吧，老天看着呢。你不相信神灵，那你试试。哎呀，我变成流喘不上气了。我还有6组呢，我才做了7组了。傻子不佛了，今天，明天直播，不用喘不上气了。那我再做一组得了，我再做一组去吧。我再说一首，兄弟姐妹。所以说，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这共产党的假蒙骗、黑，害人太深了，造的孽，全世界的经济，全中国人民的孩子，都在了为老公买单。你说咋弄呢？然后大家看到洗币，很多战友真聪明，特别在日本的战友一生不知找了很多食品链，然后接受洗支付，日本人悄悄的干活，这几天火了啊。还有在这个巴西的矿，俄罗斯的金矿，还有人现在尝试西班牙的那个火腿，食品链是最好的，因为呢能给大量人省下钱。现在好几家家具还有共生时装的都悄悄的接受了，
省65%的成本呐、啊！想啥呢？这是天大的买卖，兄弟姐妹们，抓住这个机会是你前所未有的啊！在俄罗斯搞矿的，两笔交易啊，就3亿多美金啊！啊，3亿多美金！咱们前天有战友在这个喜支付上，在 HPay 上完成了巨大的交易啊，这都保密。咱战友跟我说：“七哥，解决了我10几年的问题啊！啊，太好了！我们就是要拯救那些被奴役、被隔在一个墙又一个墙里边的那些人啊，已经默默地接受了自己是 N 道墙那里边奴隶，都不想挣扎了，这才是真正的恐惧。HPay 将解放你的生产力，告诉你这些墙不属于你的，财富自由才能达到你啊人格独立，人格独立，人格自由，才有人性，才有人权，否则都扯淡的事情，是吧？你的钱只能买你在家里边，像东北买啥？买点粮食，买点菜，是吧？过年时候啊，弄点过年货，平常买点衣服。你就是一生就是奴才，钱不是干这用的，钱是让你。应该钱让你赚更多钱，钱可以走出家门去旅行，去见识啊，读更多的书，走更多的路，见识更多美好啊，不是在福建天天在那块养点鸡养点鸭就死在山里边了。你不是山奴，你也不是鸡奴，是吧？你应该走出你福建的武夷山啊，你应该走出你所谓的大别山，走出你的昆仑山啊，见识这个世界，否则你生跟死有什么两样，跟埋在土里什么两样？这就是财富。但是你的银行共产党控制，想跟你关就关了，而且你越存越少，不就完了吗？像加拿大凯特斯基不要脸，把凯特斯基银行给人家停了，天下岂有此理啊！辛辛苦苦拿命挣的钱，结果成了你的威胁工具，怎么可以？而是要人家60、75%的税。敲诈勒索太可怕了啊！但是悲剧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政府花老百姓钱的总和，是中国共产党，可悲不可悲吗？兄弟姐妹们啊，中国人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本来是个人，人把你变成猪和狗了，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猪和狗。七哥就不服这套，安久不富咋的吧啊。七哥个人破产以后老轻松了，我现在我觉得真的经历过啊一切以后，这个啥都没有了，咋这么轻松啊？啊，太轻松了，没有一点心理负担。你说我干啥花钱？是不是？我没有任何花钱的东西，吃点饭，穿点衣裳。现在连英国、日本也不去了，就在美国。美国这地方啥都便宜，世界上最贵工资的地方，食品物价最便宜的地方。你说咋花钱？有钱不咋花。但战友们，你们需要钱，你们没经历过富有啊，你们要尝尝富有的滋味才能有我这种破产后的感觉呀、啊、啥都不说了，嗯，面直播。